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凭着直觉，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在注定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你厌倦的这个世界，我已一脸呈现，怎么你的苦恋我竟侥幸相劝，却发现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你恰好出现，当锋芒结束这段流浪，熟悉的光线将会从心愿落回心里。你说云深现在不在，如果你能帮他看着该多好啊。云深他最近还好吗？你没跟他联系吗？我给他打过电话，可是他都没有接，微信也一直没有回。他不太好。他是不是还是不愿意接受治疗？嗯，云深现在这个状况是最需要别人照顾的，可是他不愿意留在上海，又不让我飞海德堡去陪着他，我真的是担心呢。你说如果这时候有你这样一个懂医的又温柔又体贴的人留在他身边，那该多好啊。伯母，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之前我就跟云深提过，陪他一起去海德堡，好好照顾他。可是云深拒绝了我。拒绝一次你就放弃了？可是他都这样了，我真的不想让他不高兴。我，芝芝，男人有时候不喜欢太顺从的女人。你看你喜欢云深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感情一直没有进展呢？现在是个机会，你要懂得把握。这样，下周你不是休年假吗？你去海德堡把云深给我带回来，也方便你在上海照顾他，你说呢？我知道了，伯母。快吃吧。好，来碰一下。主教，好多的事呢，我也一直在跟进。我努力争取一部分的爱送给安琪教授。我也跟你一样，希望丹敏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喂，云深，你怎么回事啊？终于接电话了。你好。喂，请问这是傅云深的电话没错吧？是的。我想要找云深，可以帮我把电话给他吗？太晚了，可能不太方便。
药热好了。回家啦，嗯，药我已经煮好了，晚上给他热一热喝就好了。你明天还来吗？我不会煎药，也害怕虫子。我先走了。啊。I've read all the files.But for specific decisions, I have to see the patient. I understand. Neural damages are best treated within 2 years. The prognosis will be worse for your friend if there's any delay. He has tried many treatments, but none of them worked. He can try olfactory and Schizen cell transplantation. I looked into this procedure, but it's still in clinical trial.The risk is unclear. Yes, but there are also successful cases. You can read this and think about it. Okay, fine. Thank you.他怎么样了？嗯，还好，没伤着。Mint， 你今晚不用煎药了。傅先生让我转告你，让你搬走。我猜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Linda，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走的。真的吗？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我先去忙了。
想吃什么？喝汤吗？我让桃姐送鸡汤过来，给你补补元气。嗯。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轻易被打倒。妈，你放心吧，我会配合治疗，努力康复的。我也会回公司，我还有很多研发上的想法，都没有实现呢。只要你好起来，你做什么，妈妈都答应你。来，跟着我走啊，假装一下，你感觉是自己在动，用力，哪怕你现在感觉不到。I met you.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love to smile. I misunderstood you back then, sorry. But now I know how I felt when you came into my life. Come around.Just the way you are. You know that I kill for you. There's one thing I can tell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every day. All I wanna do is to loveThe world is
and searching for writing. Trust me when I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girl. I'll stand by your side until my dying day. And I don't know just how to explain all the things I feel. Tell me now, just the way you are. You know that I care for you. There's one thing I can tell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every day. All I wanna do is to love you, my girl. Never ever gonna give you up my love forever now. Girl, I never ever gonna give you up my love forevermore.伯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腿部骨折错位，正在手术。怎么会这样呢？医生说，医生康复太奇迹了。我儿子还能站起来吗？傅先生的治疗效果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很多。是不是你们方法没用对呀？该用的方法我们都给他用了，而且他用的方法都是我们给他做的最佳的方案。可是治疗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呢？我们真的尽力了，要不你考虑换一家医院试试？医生说了，伤口也愈合了，今天可以洗澡，水都给你放好。出去。出去，你一个人怎么洗啊？再说了，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出去。妈妈，你一个人洗不了澡，你必须得有人帮忙的。出去。你要是需要帮忙你叫我。爸爸你当心啊，那个地特别滑。说了一个人是不行的，来，我帮你。老板，听话，别碰我。老板，听话啊，别碰我，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这样了，听话。怎么样，老大？
这石膏就行了。来，这是沐浴露，这洗头膏，啊，我帮你洗。 慢慢一点一点都会好起来，是不是？擦擦，擦擦，你倒是醒啊！傅云深，傅云深，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傅云深吗？啊？你还是我认识的傅云深吗？你看着我！ 云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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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云深，没事了。做噩梦了？你怎么在这里？我听到有声音，就过来看看。 喝口水吧。我没事了，你走吧。 不然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睡前故事，好不好？我在酝酿呢，等我一下。哦，有了。从前呢，有一只大白兔，还有一只小白兔，他们两个有一天晚上。 就在屋顶上看月亮，大白兔就说：“快看快看，你看那个月亮好圆啊。”然后小白兔就说：“真圆。”无语。啊？我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时间、地点、人物全都具备啊。行了，我真的困了，睡了。 你回去吧。嗯，用不用我再拿我妈妈的故事书给你再读一点？不用了，我要睡了。
晚安。晚安，傅云深。嗯，晚安。你这是搜罗了多少补品给傅云深啊？这能管用吗？嗯，我也不知道，总归都试试吧。也是，你可是放弃了职称考试的机会跑去海德堡看他。傅云深感不感动我不知道，我快被你感动死了。软软，你可千万别告诉云深啊。职称考试这个事，总归明年再考就行了。软软，你之前总是跟我说，希望勇敢一点，主动一点。我想好了，这一次，我要为自己争取一次。只要你真的想好了，那就努力的去做吧，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谢谢。加油。等你凯旋归来，加油！哎呀，我得先走了啊！你到了记得马上给我发微信啊！拜拜，妈。别再找茬了，你只不过是花钱雇来的医生，有什么资格管这么多？好，要喝是吧？一起喝。我忍你很久了，你不看我？你是故意不看我是吧？因为我的魅力太大了。你无视我对吧？你故意看不见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真的忍了很久了，你以为你自己是吸血鬼啊？啊，屋子弄这么黑还不见光？我跟你讲，你不是那个时候一直说什么我是你的家庭医生？你。
可以带你过来一下。干嘛？讨厌。早啊，早。你还好吗？嗯，还好。昨晚没有吃饭，应该饿了吧？酒后呢，就要吃清淡一点的。来，先喝点粥吧。谢谢。嗯，真香，谢谢你啊。不用谢我，是傅先生特意交代的。傅先生其实人挺好的，就是脾气坏了点。但是他这种情况嘛，其实也能理解的。进。副总，刚收到新加坡来的消息，罗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越过了下面的人，直接与何总见了面。他倒是有点本事啊。有本事有什么用？他是江总那边的人，况且新加坡这个订单对您十分的关键，我怕他会……要不我找个理由，将他调入别的市场。暂时不用。何总那边我打过交道，罗江想要从他的手里拿到合作，没那么容易。好，那我知道了，我会继续留意那边情况。副总，哎，上次我跟你说那个中国女医生啊，搬到傅云深家里去了。帮我查一查这个女医生。好，那个女医生照片我先发给你啊。她出门了吗？傅云深啊，她没出门啊。继续盯着吧。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啊！我发现了一家超好吃的餐厅，你请我吃个饭吧。不行啊，工作还没完成，下次吧。又下次？最近不是开会就是加班，咱们都好久没约会了，感觉自己谈了个假恋爱。那这样吧，下周日我休息。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上午去游泳，下午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喂，你怎么了？又胃疼了？又忘吃饭了是不是？没事没事，吃过药。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不行，你得赶紧休息，黑眼圈都快赶上国宝了。躺下。啊？躺下？躺下。躺下干嘛呀？深呼吸，放轻松，闭上眼。你现在觉得身体很沉，想要好好的睡一觉。西周，西周，这么快就睡着啊？来了，王总这个人很狡猾，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表态的。这样吧，找个时间我约王总打高尔夫，你也一起来。好。来，菜齐了，最后一道菜。啊，好丰盛啊！来，西周，来吃一只虾。这是我一大早去市场买的，特别新鲜。谢伯母。那，你爱吃的鸡翅。排骨，你爱吃的。西周啊，你们订婚也已经一年多了，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妈，我跟西周聊过这个问题。他还在为他妈妈守孝呢，不能办婚礼。伯父，伯母，如果你们允许的情况下，我想跟软软先领证，等三年过去再补办婚礼。真的吗？嗯。我觉得不太合适，有点太草率了。西周。不是我不想把软软交给你，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跟你伯母啊，想让软软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这事儿再缓缓。哎，爸妈，本来我就不打算办婚礼的呀，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婚礼，从头到尾一套流程下来，累都累死了，父母还要跟着辛苦，我不想你们为我操劳嘛。软软，我跟你爸爸不会觉得辛苦。妈，您不是一直跟我说吗？结婚最重要的是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我很确定，西周就是那个人。软软，哎呀妈，这是我的心愿啊。Ooh.